家说的没错，那修仙者肯定就在附近。这迷雾森林将会是你们的葬身之地。警报，进入戒备状态。春流河上游发现修仙者，终于等到你出现。不对，我们中计了。他好像更强了，怎么办嘛？凉拌，小子很强打。那就让你见识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等待被我支配的恐惧吧。